今天来着一架可以变换布局的双脚号纸飞机，只要轻轻一扔就能飞得很远，小朋友也能轻松学会。 A4 纸短边对折后打开，两脚向中间折，翻面斜边折向中线，同时翻出背面的脚，两边折出兔耳折并向上压平，翻面将机头尖角部分向下折，对折机身，折出机翼。常规布局的双脚号纸飞机就折好了，将机头内层部分向中间折，重新开翼就变成了压翼形态，飞行表现更好，还能避免失速。机型来自小小飞行家，还有许多经典的纸飞机等着你来探索哦。最后问题来了，压翼布局的飞机是怎样影响升力和机动性的呢？